江新闻报道，时泰医药股价暴跌，这下这个师巡可有的忙了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这一切都是他罪有应得的。但是这段时间还是要谢谢你陪在我身边，不然我肯定不能像现在这么勇敢。那你打算怎么感谢我？什么呀？这该死的李明轩怎么？是什么？某某总裁依靠这本攻略逆天改命，追回美女博士，热门畅销书销量已破十万册，这么厉害啊！温岚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这本书只是……不用你解释。怎么还没下来？还有事情在忙吗？我们马上就下去。我在楼下等你。你来干嘛？都是因为你们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说。全部的数据在哪儿？石巡，你这样做是违法的，你知道吗？废话，我把数据交出来，不然今天也想活着出去。木兰，木凡，别管了，你冷静一点，有什么事情冲我来。你来的正好，你们俩今天谁都别想活着出去。石巡。我知道数据在哪儿。在哪儿？在后面。后面柜子里。是吧？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帅？啊，慕白，慕白，你怎么了？慕白，慕白，你醒醒啊！慕白，慕白，你别吓我！慕白，你醒醒！慕白，慕白，你醒醒！慕白。你终于醒了。你是谁啊？我是温岚啊。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温岚啊。